根据这最新的数据，是在2022年，我们全马呢有50000多位的肾友会在洗肾，还有呢每一年呢、新的肾友都有增加，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负担是一个威胁。肾脏病呢，它不像其他的病这样子，它就是需要一辈子的去洗肾，每一个星期3天，所以它需要付出的这一个费用是非常的高额的，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去承担这个费用的。如果要盖这个洗肾中心，这大德我是连医疗行业的人就讲，如果要跟病人洗免费的话，其实这个费用会很大，应该没有办法保持下去。我家里是啊，我见到好好。因为这个感恩路的需要，就是力量给我们坚持这个免费的洗肾的服务。大德也是了解洗肾是很贵的，所以他们付出一点力，就有办法以这个整个洗肾中心建立起来。可是每一年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来申请要洗肾，可是我们的位置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治那个本钱，就是要怎样让大家知道怎么去预防这个肾脏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新春快乐，这边有糖果好了吗？你们不是最快乐。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慈济洗肾中心它会是一个典范，我们要让他们明白道理，放下那些以前的怨恨执着，他就会开始往前走。生命的长短不在我们的控制中，但是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是可以在我们的掌控中。国家的吃肥的比例是全亚洲最高的，还有呢生活的这个不大爱运动，降食道的这个糖尿病，还有我们的高血压的比例也一直在增加。这两个最大的慢性疾病呢，如果没有照顾好，长期以来呢，它就会影响到肾，就导致到肾衰竭。在2022年的数据呢，每一年有10000新肾有加入这个洗肾的这个行列。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国人对这个卫生意识还不是很注重，父母们他们没有这个健康饮食的这观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孩子小小都很肥胖哦，然后到10多20来岁他们就已经有糖尿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洗肾的肾友也是年轻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肾衰竭治疗方法其实有3个选择，一个最好的就是换肾，换肾的话你就不需要洗肾。再下来，如果没有适当的肾，那么他就需要洗肾。洗肾的话呢，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腹膜透彻，另外一个呢就是血液透彻。80%到85%呢，我们的人民呢都是选择这个血液透彻。这血液透彻呢，它一个星期需要洗肾3次，它的费用呢就是从150到300，通常我们都说以1个月13次来计算，所以呢，单单洗肾的费用而已呢，大概呢就是要2000到4000这样子的费用。那么呢，除了洗肾，他们还需要打这个活血素，洗肾费用加上这一个活血素的针呢，它就大概需要3000到6000一个月，这个对普通的人民其实是负担不起，因为它是长期。是不是你讲的睡不好啦什么？你写下来 ，It's OK， 你写下来，好，你可以用一个红笔写下来，这样子，或者是你觉得昨天吃太咸啊，你可以写下来，这样子，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这样子。刚刚被确诊就是说需要洗肾，一开始讲说病人他还是会是一个要否认的这个阶段哈，他就是抱着希望说他会好，过后呢如果说初期否认过后他开始接受，他接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些我们就说忧郁，就是如果说是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在读书的哈，他们就担心他以后前途怎么样，他读书怎么样。如果说中年的话呢，他就很担心说以后他写生不能做工了，家庭开销怎么样。如果说老年的话呢，他们呢也是很担忧，因为他们怕写生是孩子的负担，他要看孩子的脸色，所以他就以不同年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的忧虑，不同的顾虑。那我们呢就要因他们的顾虑和忧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鼓励。很多时候只要你给他们看到希望，他们心就安，他们心就安的话呢，他就开始可以接受你的建议，他就跟着我们的建议这样慢慢的走，他可以看到希望，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们很感恩上人一直跟我们讲的嘛，我们作为医师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要让圣友们看到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啊，以爱来陪伴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那个阴影啊，就走出那个忧郁。I'm Gurdip, 48 plus years old, doing dialysis almost 27 years plus, almost 28. I feel very happy her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here. We got Chinese, we got Indian, we got Malay, Punjabi, I'm the only one here. Okay, we got these four races here. We are like family. They are doing fantastic job. I'm getting very good quality dialysis, really taken care, very good.已经洗肾超过20年的古迪星，身心状态都非常的正向。北海慈济洗肾中心对他来说是一个让他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地方。古迪星自小体弱多病，时常进出医院。原以为上了中学就可以摆脱病魔，却在中四那年被医生诊断肾脏功能出了状况。自小生病，加上医生的无情宣判，让古迪星加倍把握有限青春，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努力实现电子工程师的梦想。然而还来不及实现梦想，古迪星在21岁那年就被医生宣告必须靠着洗肾才能维持生命。Because those days don't have a lot of NGOs and so on. My father had to sell the house to support the dialysis. You know, you want to finish your university, do degree, then you start the work, you start a life. You know, you have a dream. Everyone have dreams. So when I have this problem, I was down. Very, very down. Even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Seriously. Because I go through a lot of pain in my life.古迪星面临的窘境，正是很多肾脏病患者一旦被医生无情宣判需要终身洗肾才能维持生命的缩影。1993年，马来西亚槟城慈济志工在访贫的过程中，发现因病而贫的个案家庭不在少数，其中肾脏病人占很大部分，许多都面临贫病交迫的境遇，甚至为了家贫自愿放弃生命。我们的感恩户有些是需要洗肾的，我们如果是有自己的洗肾中心的话呢，将来讲就有办法服务更多的需要洗肾的。当时慈济在槟城的135户照顾户中，就有30多户需要洗肾，其中一位单亲妈妈陈雅惹坎坷的遭遇，让慈济志工心中潜藏已久的救命蓝图蔚然成型。27年前，当时陈雅惹洗肾的第一个月，因不懂得寻求收费较低的洗肾机构，一次300令吉的洗肾费，一下子就将他这纸扎品1天6令吉的收入给消耗殆尽。贫因病起，病因贫生，这更坚定了慈济志工要在本地成立洗肾中心的意念。经过多次审慎评估，槟城慈济志工设立洗肾中心筹备小组，于1996年9月着手筹建一所提供费用全免的洗肾中心。资金筹募、医疗专业、人才招募等重重难关，慈济志工一念坚持。救命的是，再困难也责无旁贷。他们想尽各种方法，办各种活动，向社会宣导和募款。对他们而言，筹建一所费用全免的洗肾中心势在必行。
1997年8月3日，马来西亚第一所佛教慈济洗涮中心在万众一心的祝福下终于落成。这是全马第一家非政府组织经营、费用全免的慈善洗涮中心。慈济医疗救护网持续展开，随后在吉打州和威省北海成立洗涮中心。慈济洗涮中心秉持着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经营方针，为肾友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度过身心困境，重拾活着的希望。跟陈雅惹一样，古迪星也是槟城慈济洗涮中心的第一批肾友。2002年，北海慈济洗涮中心启用，2年后，家住在北海的古迪星也开始在北海慈济洗涮中心洗肾。全免洗肾减轻了他和家人的经济负担，在慈济洗肾中心护理师的照顾下，也逐渐恢复了体力，有能力重返社会，成为一名保险从业员，也顺利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第二次生命仍有着未来可期的精彩。 I learn from master how to take care yourself, how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challenges in your life, be humble, become vegetarian,Do good things in life, respect everybody. I love to give advice to people. I like to show a way, a journey, a beautiful journey to people. Because someone showed to me today is my turn to show to y'all. Be happy in life, because we live once. 居住在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谭国安，母亲曾因为喜肾成为慈济照顾户，她和妹妹为了回报慈济而开始当志工。谭国安担任一年志工后，因为身体不舒服，身体检查结果是需要开始洗肾。想很多很多啦，孩子还很小嘛，那个时候想，家庭要怎样，要怎样去负担他们，要怎样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啦。那个时候我胡思乱想啦，我很心很乱。像罗德金啊，慈济家人来，像师姑他们来跟我讲一声，讲你不用怕，家里有洗肾中心，就直接叫我进来这边自己在家洗啦，就我就比较轻松，比较放心。那个时候就慢慢走进来慈济，好像很有安全感这样啦，这样。谭国安在吉打慈济洗肾中心洗肾12年。除了拥有稳定收入，可以继续养家，在洗肾过程聆听上人开示，也深刻体会到了师父叮咛的来不及，更要把握当下去回馈及付出，更加紧脚步成为受证的慈济志工。每次来洗肾的时候都有看大一台哦，可以学习很多啊，有看到外面的事情啊，有看到别的国家他们像地震啊什么啊，然后就看到我们这边马来西亚这边就很幸运哦，幸好我们没有这样的天灾啦，没有发生在我们这边，就很感恩了啦。这样如果没有到爱台，就没有完全没有看到，不会知道这样的东西哟。跟上人、跟神经他们，还有师姑、师兄姐他们呐、啊，听他们在关怀，很感恩他们，还有。做出这一间在吉打有一间这洗肾中心，我也是很幸运遇到的，有得到洗肾的。慈济洗肾中心的成立，旨在帮助必须终身洗肾才能维持生命的肾友，在经济压力被解除的状态下重拾人生，继而可以再恢复身心状态，重回社会，甚至翻转手心去帮助社会上更有需要的人。慢性肾脏衰竭 （chronic kidney disease） 英文简称为 CKD， 是指肾功能在几个月或若干年间难以逆转的衰退。慢性肾脏病的症状包括浮肿、蛋白尿、血尿、高血压、贫血、营养不良、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慢性肾脏病分为5个阶段，如果肾脏已经坏到第二期，有好好的照顾，则会保持在第二期的状态。相对的，如果没有照顾，
很快会掉入第三期、第四期，甚至第五期。当被确定为肾脏衰竭末期，就需要开始洗肾的疗程。肾友每次都告诉我们，换作十年前的他，他知道说今天他需要洗肾的话，他可能十年前他就开始去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了，而不是到了今天他才开始觉得遗憾啊，为什么当初不要好好照顾身体。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推广呢，就是让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他们可以看到说，哦，我已经在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他们十年、二十年后还是健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为了改善逐年增长的洗肾病患人数，慈济洗肾中心从2008年起推动肾脏保健计划，从肾友和家属为起点，逐步扩大范围至社区志工，致力于全方位守护肾脏健康。其实 CKD 一开始我们最 focus 的就是在肾友的家属先，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高危险群。其实我们的洗肾中心有好几个个案都是爸爸洗肾过了十年过后，女儿也进来洗肾，可能饮食习惯是一样的，所以当爸爸有高血压糖尿病，可能孩子也有，可是可能孩子还年轻，他还没有这样快发作，我们就要开始给他们这一些讯息了，讲说你们应该要怎么照顾自己啦，要怎么改变你饮食啊，要怎么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慈济洗肾中心里面，不单单是只有洗肾中心，我们还有一个是预防诊所，就是要怎样让大家知道怎么去预防这个肾脏病。就可能你要去再检查看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这预防诊所呢是有提供几项的这一个健检的啦，所以我们会检查血糖、检查尿液跟检查这个血压，还有我们的体重的管理，我们就要检查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压啊。初期的这个肾脏病都是从泡泡尿先开始，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尿液。肾静脉长期饮食不均衡，缺乏运动，加上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的风险，导致他在2023年的健康报告中被诊断出患有二期慢性肾脏病。有些人为什么 state 2， 然后有上网去查咯，说 state 2 啊，什么kidney failure 啊，是不能够恢复了的，然后如果是再这样恶化下去，可能就要洗肾之类的。然后同时间也发现到血压高了，我突然间会来到500-600这样啊，然后就有一点晕这样啦，就是可能一个 trigger point 这样啦，就开始去注意咯。2023年6月，在太太的介绍下，肾静脉来到慈济洗肾中心进行健康咨询。护士的专业知识和分享让她重拾信心，决心改善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短短五个月，肾静脉的健康报告便有所好转。刚刚开始是比较有 close monitoring 咯，对啊，每一天他都会好像advice 我，你要怎样去自我检验啊，吃啊、喝啊，或者是那些药物啊，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管道去理解咯。我们都是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所以从那个开始就开始摆地浆咯，检查也选一些比较清朝咯，不要那些古赖啊、散白，你会明显感觉到比较好，就是可能人精神比较好，因为也瘦了10kg。可能身体轻了，就爬山的速度会比较快，可能以前要用一个小时，现在可能就40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个胆固醇、血糖，量你们的血压，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多健康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肾脏衰竭初期，只要把饮食照顾好，并维持规律运动，就可以加大几率避免走上肾脏持续衰竭、终身洗肾的不归路。因此，慈济洗肾中心社区医疗团队更积极地举办健康讲座、医疗咨询、社区健检等活动。从社区到企业，长期致力于推广健康宣导和肾脏保护工作，以多元方式向民众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世界肾脏日，慈济洗肾中心护理师
结合慈济仁医会、社区医疗小组和志工们的力量，每年都会在肾脏日这一天举办社区健检活动。2024年的世界肾脏日，慈济社区医疗团队聚集在槟城五条路立泽 A 校，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我跟我的同事呢，就是直接去到每一个 flat 的那一个 management 去做沟通了，所以那个 management 呢也很好了，也觉得说，这个可能居民很有兴趣，就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poster 放在他们的那个 lift 旁边那边，然后让他们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样子。I saw this notice about checking our kidney function in notice board in flat.I'm not sure whether I'm healthy or not because I'm a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 So I was thinking it's better to do a test lah. 有一些基层，因为他们不能去到有一些医院啊，或者是诊疗所检查的话，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们过来检查。Then at least 他们可以知道一个预警，他们发生什么事，然后可以去更好的预防。测量血压，检验血液。体重指数、尿液检验，可以帮助民众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患有三高或有肾病家族历史，会增加个人患上肾病的风险。除了健康检查，社区医疗小组也准备了关于肾脏的健康教育及小测验，向民众宣导正确的健康知识。我对大众跟这些病人家属的期许是，我希望说他们来了预防的诊所，或者是他去了世界肾脏日过，他能更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的状况，可以更知道说要怎么去吃的健康，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慈济医疗团队长期致力于肾脏保护工作，关怀范围包含肾友、肾友家属、志工及社区民众，全方位守护民众的健康。唯有提升民众的健康意识，才能有效预防肾脏疾病的发生，共创健康美好未来。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来把这个洗肾中心变成一个教育洗肾中心？不管在给大德们了解洗肾的过程，还有是大德的健康怎么样来保养，另外是一个给其他的洗肾中心要怎么样来落实上人的理念，慈济的净思法脉。我们很感恩上人，而我们知道说法必不虚，在洗肾中心呢，它不是只是把这些身体的毒素洗出来，我们要的是洗心。我们在照顾肾友的时候呢，就是要给他们不止健康身体，健康的心灵，然后呢再去造福帮助别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活的生活，他们的人生就有一个意义。